你等会儿啊，我捋一下啊，你的意思是你家出问题了，完了你管我借钱，把你家这窟窿给填上，是这意思吗？不算破产，就是出了点问题。那就一点问题，你就把你这首饰包都卖了，不就解决了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啊。你以前跟我说话很温柔的。以前是很温柔，但是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你说你现在是啥呀？你不就一穷光蛋吗？你的意思是我以前有钱的时候我说啥是啥，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现在我没钱了，我就是个狗屁，啥也不是，对吗？你先别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啊。你这样，你先回去照着镜子，你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再跟我说话啊。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这样人呢？我爸妈就说你不行，我跟他们吵架，现在真是打脸。我就这种人，你什么也别说了，没有用。你都把我气乐了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逗你玩呢。我爸公司没黄，但是咱俩黄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不是，你就。哎